我就在1960年中就搬咗上慈雲山嗰度住嘅，跟住父母都會同父母話咁樣嚟到聖母醫院嗰度睇醫生啊。咁門診部嗰陣時咧就有修女醫生，真係著修女袍嘅喎，就外國人嚟嘅，講廣東話，好肥嘟嘟嘅，我仲好記得。咁醫院細細啦，就五臟俱全啦，佢可以數到嘅差唔多都有啊，內外婦兒啊、骨科啊、耳鼻喉啊。手術室啦，另外係有一個係加護病房啦，呼吸機啊嗰啲都有埋。中學年代咧就喺黃大仙讀書嘅，所以我都認識聖母醫院嘅。咁因為放學嘅時候會踩單車經過啦。阿師傅你記得啦，我係第一個男護士嚟到之後，原來制服都未有嘅，每個憑病房咧都冇一個啲是男嘅職廁啦。咁我去到嘅時候，我都話去翻話啊，方便去翻男公廁先，咁樣遲啲會整緊噶啦。咁呢啲係我覺得一個趣事嚟嘅。依間醫院咧就喺黃大仙嘅中心位置，咁啊，所以有咩頭暈身興啊、普羅大眾啊，有都會揾依間醫院嘅。咁啊，對社區嘅時候更加係一個好似朋友嘅關係嘅。其實咧，好多黃大仙居民嘅仔女都喺度出世噶，出世完之後咧就會入咗嚟我哋醫院工作添嘅。嗱，呢度咧應該係一個產科牌，我記得係。係啦。不是玻璃門冇咁靚嘅，呢度木門嚟嘅，產房啊，唔係個個都入得噶。嗱，當人有病或者有需要嘅時候咧，咁啊，梗係揾自己最有信心噶啦，無論醫生護士都會係噶啦。所以我兩個 B B 仔都喺呢度出世嘅。咁呢個就啱啱係我真噶，唔係做戲噶，呢個我仔嚟噶。我聽到啲同事咧，啲前輩講，咁佢就話：我哋喺產房度做到咧，就自己生啦，就跟住瞓上產床生咯。細細個我媽已經同我講咧，佢話：你喺聖母醫院出世嘅，好貴嘅咁喎，係因為嗰時好似係半私家咁樣㗎。咁同埋我哋嗰陣時住廉租屋咧，即係比較即係窮困啲嘅。但我爸爸唔知點解咧，我係第六個女，都俾我喺呢度出世咯。所以我媽好自豪噶。我98年嘅都喺呢度出世，讀聖母幼稚園啦、聖母小學啦，跟住讀埋 nurse。之後就回來在做姑娘，很有緣，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在住的，住黃大仙，所以就都是這麼安排在這裡，是很有親切感。婆婆，你練夠不夠練啊？需不需要加針尖給你？我自己父母呢就很早就過了身，那時候呢照顧他們少嘛，現在就照顧婆婆就覺得即係個心就好似都舒服啲咯，即係當佢哋係自己嘅親人咁樣。我有啲咧，即係啱啱中咗風或者中得耐嗰啲咧，手腳都全部硬曬，嚟拉佢隻衫都好辛苦。喂飯嗰陣時同佢傾下偈啊，問下佢啊，夠唔夠暖啊？就算喺醫院咧，佢哋都會感覺有人關心佢，唔係掉低佢喺度就算。婆婆成日都成日話多謝我哋。多謝你啊！你哋真係照顧我哋好耐，我哋知道你哋辛苦啊。所以咧，我退咗休咧，都願意重聘翻嚟。成為專科醫生之後咧，聖母醫院俾我好多發展嘅機會，去做我喜歡做嘅事情。例如發展糖尿科嘅服務啦，提供一啲教育活動、社區嘅活動俾市民啦。另外呢間醫院的特色，我覺得是佢提供一個 holistic care 全人關顧的服務。我覺得醫生可以有更大的空間去跟病人溝通，去了解病人咧同埋家屬佢哋嘅需要。記得有一位肺炎的病人，佢入院的時候因為發燒同埋咳嗽入醫院嘅，咁但我哋巡房的時候咧，發現佢個眼皮耷咗落嚟。咁啊，細問之下咧，原來佢呢個眼睜唔開大咧，已經係有9個月噶啦。最後咧係證實佢有重肌無力症。咁我哋處方藥物之後咧，佢隻眼就可以擘翻大啦。但係對於病人嚟講，佢就覺得好神奇。佢明明就係肺炎入醫院嘅，咁最後佢嗰隻眼可以醫翻好。病人感激我哋嘅時候，其實我哋都覺得有好大嘅滿足感。以前啊。受訓的時候，尤其是夜晚黑當值的時候，很多時候會遇到困難，不知道怎麼做。以前我的前輩怎樣教導我呢？今天我一樣將我學識的
就同其他人分享。呢座陪伴我成長嘅醫院大樓將要清拆啦。咁除咗唔捨得之外咧，其實我都好期待新醫院嘅落成。我會用一首經典金曲嘅歌詞去形容：外貌將改變，處境都變，情懷未變。